们为家牺牲了很多，要照顾老公，要带着孩子，还有忙不完的家务。女人其实真的很辛苦，在家从早到晚的忙碌，讨好公婆还得去做家务，还要承担生育的痛苦，要做标准的贤妻良母，对待家人无私的付出，彻底沦为一个家庭保姆，有时还受婆家的欺负。老公，孩子一定照顾好，要把孩子学业来辅导，整日操劳早已累弯腰，还要勉强自己去微笑，需要操心的事有太多，苦不伤自己心不爱乐，恍恍惚惚半生已过去，是否找到想要的幸福。其实真的很辛苦，在家从早到晚的忙碌，讨好公婆还得去做家务，还要承担生育的痛苦，要做标准的贤妻良母，对待家人无私的付出，彻底沦为一个家庭保姆，有时还受婆家的欺负。操劳早已累弯腰，还要勉强自己去微笑，需要操心的事有太多，苦不伤自己喜怒哀乐，恍恍惚惚半生已过去，是否找到想要的幸福。